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栗子咕咕饭。首先我们准备白米四杯，还有当然主角是栗子，新鲜的栗子，红喜菇、五菇还有美白菇，最后我会加上一些的麻油姜泥。首先呢，我们把我们的米就放在内锅里面，加了四杯的水，水分就是按照我们一般煮饭的那个分量，不需要额外再去加。好，四杯的水把它加进来。好，然后呢，我们的美白菇呢，我们把它的根部先处理。可以直接拨到我们的饭里面。我们煮这个饭呢非常简单，把所有的食材加进来就可以了。好，好，再来我们的红喜菇，一样把根部处理。然后呢，一样丢到我们的饭锅里。这个是所有的菇类都合适。所有的菇类都合适哈，譬如说你做那个杏鲍菇的话，就是你要切薄片哈。那我今天现在是加了五菇，直接把它剥片下来就好了。五菇它有另外的一个香气哈，在我们煮这个饭呢非常好吃。那这个菇类如果要爆香的话合适吗？不合适哈。因为菇类我们下去爆香以后它已经出水了，好，那个口感吃起来好。我们最主要我们今天这个这样子的饭呢是要吃它食材原有的香味，它的本身的香气度。最后呢，我再把我的栗子也加进来，然后我要加一点什么，我要加一点盐进来，让我在放起锅以后就有那个咸度然后最后呢我再加一因为我比较懒不去炒香姜末，事先呢我们就把姜泥弄好所以直接加进来就使用上就非常方便。我大概是加了一大匙的姜下来，你也可以多一点因为想要它，因为我们在吃素的时候就是感觉东西吃的东西都比较寒所以我这个用麻油下去爆香用麻油下去爆香，当然我需要再加一点油进来煮饭加一点油，等一下我们剥开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剥开。好，我们的饭勺把它稍微搅拌均匀让我的食材都沾上了水然后也让米呢在这个食材中间让它产生空隙那煮的时候就会更容易松口会比较松软一点。好，我这样子就是食材都拌匀了以后呢，我就直接加在我的电锅里面。好，盖起来，然后我们按下开关，等一下就有香喷喷的栗子咕咕饭哦。好，
我们的栗子咕咕饭已经跳起来，而且我们已经等了5分钟了。好，我们把它开锅盖。哇，好，拿起来拌匀。哎呦，好，拌匀它。哎，我可以就是在拌的之前呢，我喜欢加一点胡椒粉进来。好，我们把它拌匀。好，盛出我们的饭。好，我喜欢呢，额外没有青菜嘛，额外烫2朵绿花椰加进来，增加它的色彩。好，我今天的栗子咕咕饭完成咯。最后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圣严师父的108自在语：处理问题要心平气和，心不平气不和，则容易说错话，让问题更复杂。谢谢各位。